总价不会被查税吧？4000多的，好有钱呢！我装潢花了700万，你有整别人哦？我自己牺牲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不要让我笑，今天是气质的场合。是吗？嗯，应该在上亿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赚到亿啦。透露一下，透露一下房价，总价不会被查税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缴税就还好啦。8000万是不是？没有那么贵。1500，没有那么贵。4000多的。哇，好有钱呢！新的。那装潢这样花多少？算家电？对，没有，我们先算家电，因为家电的部分三星有算是有赞助我一点。我装潢花了500。不止，我装潢花了700万。哇！但因为我是毛坯，所以其实我家整个都是空的，所以我下次建议大家不要毛坯装潢。那你现在另外3栋是包给人家当包租？是我的家人住在里面，然后一个是我自己的。对，我现在应该算住2间，然后对。那你有4间这样？对，4间就破亿啦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你现在新家有几房间？新家2房。2房哦。对。那一间你住，一间是？一间是我家的猫住。啊。你有枕边人哦？没有。你自己睡吗？我自己睡。我三星家电陪我睡。但是有男朋友，等到时候有再跟你们讲。骗人！我要骗人耶！我之前有都没有讲。我结婚才会说好，我现在单身，然后如果想要跟我交往，请打这个电话0958。你经纪人的是？那你前男友送你家电吗？他有联络吗？突然太久没面对你们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有，战斗哎，没有，哈哈哈。以为你们今天问我节目的事情，哈哈，还没问我前男友，哈哈哈。太慢了，不然还没问完。对，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节目的人。比较俗气的讲法是说充实自己啦，但我的确也在充实我自己，然后我也想要累积就是更多的表演的作品给大家。我的歌现在可以讲吧？没差，可以说吧？歌就是跟周汤豪合唱这样子。哦。对，然后到底什么时候会发？今年一定发了出来，但是何时何月不知道。我们家会不会邀请营养？应该要吧，因为你都这样问了，我说不邀请很奇怪，应该要邀请，但是现在就还在整理的过程中。那你浩辰没去你家玩吗？他如果 OK 的话，我也 OK 啊。还是我约一局你们来我家？可以吧，就等你说这个吧。然后再去跟狗仔说我家在哪，我们在外面吃好。刚那个话我收回。你现在现在身边没有安排到消息吗？都没有人追我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很少出去交朋友啦。就是我觉得家电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有点像是跟情人一样，要摸索。请附送一次。还没有写啊？家电像情人啊，要摸索了。检查。你没有打完整，再讲一次。家电，怎么关灯了？讲完了。开心。OK， 家电。你有讲错吗？月账要缴多少？我每个月。你说4间房子吗？4间都还在缴，啊，一个月要20多吧。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但是因为我跟你讲，今天这就是我买房子的原因，就是有压力我才会努力工作赚钱。我的这叫负债哲学。哦，所以税有缴很多吗？喂，失聪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缴税啊！你要缴税啊！给差几天？不要再说了，缴税的人都认识我是谁了。怎么样？3000万的税？没事，我们是一个好公民，我们有乖乖缴税，就是感谢这些税务人员辛苦了。不用说。